近日，海军某岸岛团组织了一场多克木全要素火力单元对海攻防训练。这场训练强调的就是两个字：快速。快速打击，快速转移，快速补给。我们来看现场。快速抢占阵位。到达阵地后，官兵们快速架设天线，铺设光缆，搭建阵地伪装。指挥员根据海上目标态势研究制定攻击方案，指控炮手迅速解算射击诸元，装定各类参数，完成对敌攻击航路规划。指挥官，发射。对海攻击结束后，火力单元迅速撤收，阵地转移、补充打击、特勤处置等科目相继展开。导弹从初始状态到符合作战使用要求，不仅时间上要争分夺秒，各个环节各项参数更是不能有丝毫差错。导弹完成转机调试后，被迅速转运到一线阵地，完成弹药补给，准备进行新一波次打击任务。训练中，作战编组连续转场，保障兵力快速补给。通过高强度的训练，提升了部队备战打仗能力，锤炼了官兵过硬作风。